面的是通东阿圣殿的那个，它是两个是一样的啊，啊你看一下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好漂亮，这个很重的吗？你说重不重？啊，谢谢我们海纳百川啊，谢谢收藏友们啊，来我给他发一个红包啊。对，集体的荣誉 啊，对，黎族的珍贵，啊，对，三哥说的对，对，我们呢，这一个呢是都是成为这个记忆，每一步就是这一个是印证了我们的这一步这一个脚步，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啊，努力往前走，并非我们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啊，我们就骄傲什么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呢是就是啊，见证了我们的这一步。走到这一步不容易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还需要继续往前走，是不是？这个哦，在这里，这里红包在这里，不知道红包呢，点一下这里啊，哦，好吗？哦，有的，我这里是都会挂的啊，这个。但是我们怎么说呢？也自己看，不是说哦，一直放在那里炫耀啥的就得了啊，对不对？来个福袋一边，我有了，这里直接这个是钻石红包啊。所以大家这个在新的一年里啊，能中个奖，来个运气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恭喜个，那个剃刀那个，我说到时候这个变没了，我去哪里找啊？哦，那个就一个变，不知道怎么找，太难了。这里啊看不到吗？这里你点这个红色的啊，这个是红包啊，好吗？可能大家抽这个福袋习惯了啊。那来个福袋啊，哪里放福袋吧，看不到红包呀。可能是瑶瑶你那里是不是卡住红包看不到？可能卡的哦，有时候卡的你们都看不到，好多好多都回村去，可能你们看那个福袋看习惯了啊，哦，因为确实很多朋友啊都回家过年了，这个时候啊，哎呀，这个我都想这一下呢，哦，我也跟着这挥挥手啊，这个跟兄弟朋友啊，家人们啊，什么的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还是要一样跟大家呢，过个年，是不是啊？还差一个人是吧？就32000了是吧？好，好，等一下这个福袋啊，感谢有大家呢会这个会加入粉丝团的啊，喜欢的都可以加好吗？对，对吧？还有新来的朋友啊，这个。喜欢老肥啊，记得点点关注啊，有几个红包中一次，有两个啊，这里有两个呢，这有两个啊，打个柜子把它展示出来，下次啊，下等那个没有，我要教大家先，下次你们不管你们在哪个直播间，你们就注意看这两个这个地方就得了，这个角落啊，可以抢那个，对，你就去看到了你就抢啊，就对了，对，一定要记住这一个就可以了啊。其他你就先不管啊，它会有显示的啊，我有些朋友就是少数而已，但他不懂而已，大概差不多都懂了啊。哎呀，欢迎长老哟，长老欢迎，好久不见哦，晚上好，感谢感谢，晚上好，感谢你的烟花，谢谢，祝您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但是，这一首歌我确实啊，大家都既然叫我拿这个咱的荣誉出来啊，我这首歌我必须要唱，那你唱吧，这个我不盘你了，明白了，你唱吧啊，这首歌啊，这首歌是咱家人们的，这个是咱们家人们一起的那个，加油一往无前，他说那时候前面我真的就是因为咱们参加这种比赛啊，都是怎么说呢，咱们有名字在这个里面啊，不说很往前，但是就是可以曝光咱们，这样呢增加曝光度嘛，对，增加曝光度，很多朋友啊，这个很多主播都认识我们，就相当于认识你们也是一样的啊，对不对，就是说有很多啊这个家人们啊去别的主播啊这个那里的话，他都会认识你们，就因为你们经常互动的都会认识的啊，就像你的我们的粉丝团比较高一点的高级啊，这个级别高一点的他们都认识的，就是这一样意思啊，就像别人家的这个大哥大姐过来也一样，咱们也一样认识的，他是这意思啊，其他这我就不敢就不说，是不是没中过没关系啊，太难了，马上再来抽一个嘛，对不对啊，好吧。
啦啦啦。谢谢9573老肥，感谢。